又来了一伙，几个人，到哪了？奇形怪状的，长得都……等会儿我数，哎呀，得10多个。说话这功夫，这就进村了。哎呀，哎，今儿这什么日子啊？怎么竟招这伙恶煞？ 哎，是不是他们知道咱抓了他们的人来兴师问罪来了？不会啊，这得多大功夫啊！消息走这么快，那现在咋办啊？别急，让我想想啊。谁呀？保长，来了一队军爷，要见您呢。保长，咋办啊？ 别急啊，别急，德良，你从后面先出去给我看着点啊，我去应付他们，快去！保长，保长，军爷来了！来了！哎呦，不知道军爷大驾到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你是这儿的保长？是，小的是这儿的保长。 那进屋聊聊吧。进屋，我这儿咋的？不行啊！你这推三阻四的，给你脸了是不是？我那是谁的队伍呢？这不是李大队长吗？你认识我？对呀，我去年去霍子营送粮食，见过您一面。不过您肯定贵人多忘事，不记得了。哦，认识我不？天黑。 有点不敢认。喂，走吧，既然都认识，一块进去聊聊。里面请，军爷。军爷，里面请来，坐。老头儿，有吃的吗？有，我给你拿。姐，你吃。 李队长，这位军爷，哦，您贵姓？保长，哎，我们几个执行公务，途经贵地，想借宿一宿，你看行吗？住下，不行啊！啊，没事，不行，我们再……不，好，住下，住下啊！冯队长。 你把嘴闭上，保长。我们早先有个兄弟先进了村，长了一脸的大胡子，个头跟我差不多，也穿这身狗皮，你看见了吗？没有，我们村不大，来个外人啊，全村都知道。哦，真没看见。哦，那行，那你给我们倒腾个地方啊，我们住上一晚上。那您住这屋。 我给几位再去找个房间啊！不用，大家挤一块就行了啊！那哪成啊？这屋子这么小，你他娘的废什么话呢？我们队长说行就行。保长，不用紧张啊，咱都是自己人。那好，那几位先歇歇，我去给弄点吃的。啊，去吧。先歇着啊，先歇着。辛苦你了。不，应该的。好，先歇着。 冯队长，你们就是这么对待老百姓的？游击队咋做事不用你教？是吗？你们新四军……他娘的，你们我们的，咱现在都一样，都是二狗子。这些都是善良的老百姓，我们为什么要以难生烦？行了，你消停会儿吧。要不是为了你们俩的安全，我愿意穿这身衣服啊。哎，我告诉你。 这身衣服比你们那身啊有分量，知道吗？这老百姓得乖乖给咱做饭去。哎，那是你这身狗皮厉害，还是你人厉害呀？啊，等翻了天了，老乡能揭掉你的人皮。都坐端正点，脚拿下来。他娘的，一到老百姓家，你们都成他娘的老虎了，是不是？ 笑话了吧？Kind-hearted woman, she knows to share things with others. 咋样？了解我马三这个人了没？ 还想听不？这想不想？得鼓掌！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智取豁子营。都知道豁子营是哪不？知道啊。豁子营据点鬼子老多了，那加起来得有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0个鬼子吧。 那里边的鬼子，那装备都是一水的重机枪，个个长得跟门神一样高大，真的。那咋的？我还骗你啊？你不信我是吧？不是，我就这么一说，你接着来，接着来。那玩意儿我讲哪了？这个个都是叫什么来着？啊，杀人不眨眼的主。哎，对，上去给我们围了。 完了，然后我们当时游击队呢，救了4、5个人啊，不是7、8个人。你这到底多少个人呢？反正人不多，人多也没用，因为当时动手的就我一个人。我一看鬼子来了，哎呀，我的精神头咔膨胀了，往上一站，嗨，小鬼子们，哪个人有能耐，出来给我单挑！ 要说这些鬼子还真仗义，我一手单挑，咵嚓一下全站出来了，那得8、9、10、100多鬼子，咔，给我单挑。我一看，哎呀，单挑是吧？我得耍招啊！我还这个想招呢，鬼子就咣当咣当咣当，就跟狼一样，饿虎扑食，哗，漫山遍野的鬼子朝我来了。当时我往前一跳，8丈多高。 飞到小鬼子头顶上去了，小鬼子都仰着脑袋望我，哎呦，这人咋飞这么高呢？我一个白鹤亮翅，哈，就哈，哎，我这质量不开，你说急人不急人？给我解开，对，哎呀，对不住了，解开我给你白鹤亮翅。上啊！哎，干啥呢？他说他游击队了，白鹤亮翅。他还游击队干嘛你？福生啊福生，你真够傻的，猪脑子！他说他游击队，他就游击队啊！啊，他的同伙现在正在包站那咬人呢，还游击队？你这猪脑子！你自个看看去！撒手！撒手！撒手！知道我们来人了，还敢给我咋呼？一会儿告诉队长，把你们村给屠了！ 二狗子！二狗子啊！老子早就受够了你们这帮人的气啊！大不了同归于尽。是。打给他！爷爷们。 我真是游击队的，还游击队，还游击队，还游击队！打！你还游击队？ 啊！我冲游击队，我叫你游击队，我还游击队。放下，一点规矩都没有，队长还没吃呢。杰军，这穷山僻壤的。 又是半夜，实在没有什么好吃的，大家将就一下，好吧？不累不累，菜都齐了，齐了。谢谢了啊，那我们就吃了。队长，你怎么了？ 他娘的，一正儿八经坐桌上吃饭，胃就疼，穷命，受不起。哎呦，他娘的，吃你们的，吃你们的，我走两步就好了。哎。 哎，你小子咋不吃啊？我等你一块儿吃呢。你小子还挺懂规矩。哎，来，哎，张部长，一块儿吃。不敢不敢，我吃过了，吃过了，吃过了。那我们开吃了啊。 嗯，不错不错。报告长官，什么情况？前面没有发现任何目标。什么 ？bug？ 你立即给大佐阁下发报。 鬼子怎么停下了？不知道啊。是大头，大头。怎么样，排长？前面没有任何队伍，但是我在路上捡着这个。路标指向哪儿？悬崖。悬崖？对，离这5里有一悬崖。 路标到那儿就没有了。路标是假的，看来是游击队特意给鬼子留下的假路标。那这游击队要去哪儿啊？看来我们只能原路返回，在附近找一下蛛丝马迹。怎么找啊？既然游击队给鬼子留下了假的路标，就证明他们去的方向一定是与鬼子相左的。我们只要找到第一个留路标的点，在那附近搜索。 就很有可能找到痕迹。一个路标。他们好像发现了什么。走，跟上去。开城桥。对。行，走。哎，等一下，大头，鬼子怎么会突然停下了？ 啊！我这一路上把所有路标都毁了，我到了悬崖才知道是假的。他们失去方向了。他们一旦失去方向，就很有可能会怀疑，也很有可能会原路返回。等，韩少尉，你怎么就知道鬼子会原路返回，而不是继续搜索呢？我们自己骗自己有意思吗？不是，那你啥意思？你就说我不应该把路标都毁了呗？不是。 就算你没有收了路标，他们也会知道自己上当，所以。行了，你就别绕了，你啥意思就直接说吧，是不是又让我们去送死啊？我们现在需要有一个人能够引开鬼子，让我们能原路返回。大东，你去。行。让。不行啊！ 这大黑天的，只要一开枪就会有枪火，而且满山都是捕猎陷阱，只要被鬼子跟上了，就很难摆脱。这是命令，放心吧，我去。你们仨跟着他。是。走。再走。路标消失了。哎，根据三副长官报告，路标消失在五列城后山一带。路标一开始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被发现的？朗杜山岔路口。朗杜山，这里是一条悬崖。 这里有一条岔路，金口君，我一直不相信中国人，他们嘴里喊着大日本皇军万岁，暗地里却非常的痛恨我。你知道为什么？这是他们民族的劣根。不，金口君，如果有人。 侵占了你的家园，霸占了你的土地和你的女人，你会怎么想？这是不能够相比的。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是帮助那些中国人繁荣他们的国家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。这个理由，你相信吗？我相信。不，侵占就是侵占，只不过有的时候。 我们要为他披上一层华丽的外衣。这，命令三部军兵分两路，一路继续在无列城后山搜索，另一路原路返回，继续搜索追踪。还有，我们也该行动了。 中国人，命令！慢点儿！空给你！撤！快点！别管我，快走！要不是一起死，死他妈什么死？赶快走，大头子，好好活着，给我滚！上，小鬼子！ 三浦长官遭到了游击队的偷袭，正在追击。那不是游击队，那是营救小组在进行调虎离山。营救小组？よし，看来我的决定是正确的。马上出发！嗨，四四兵。 稀罕人，这长啥样啊？长这样都能跟米走，保长，这药还真够好使的啊！啊行了行了行了，赶紧动手！我没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这些二狗子长这样，弄死得了！那么多人都没地儿藏了。不行！啊，好累，都是些人命，先绑了，明天让大柱子到大王庄。 找那里的游击队，交给他们处理。那半夜万一跑了咋弄？绑结实点不就完了？哦，好嘞。哎，德亮，人都来了吗？福生他们在那边看着那个呢。先把他们绑起来。好嘞。 别动！别动！不许动！别动！这边别动！别动！这边！别动！别动！啊！对！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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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爷子，误会！误会！误会！这几位爷喝多了，我们正准备啊，把他们给送到游击队是吧？这饭做的手艺不错。 是一支所，也没什么可说的，要杀要剐随便吧。哟，骨头还挺硬是吧？啊？解药呢？没解药。别逼老子！解药呢？没有。 信不信老子一枪打爆你啊！我跟你拼了！乖点儿，别再乱动了啊！你们就这么恨二狗子？祸国殃民，人人得以诛之。祸国殃民，人人得以诛之。行了，把解药交出来，咱们两清啊！这事就算过去了。 解药呢？没解药。解药呢？老子真开枪了啊！哎，队长，你就跟他们说实话吧。说话。不怕，早晚都是一死。只可惜没有弄死几个鬼子，倒死在中国人的手里。 老子冯挺的枪从来不打你这样的人。行了行了，不跟你们闹了，快快快，把枪都放下，都是老乡，枪放下，都起来吧，起来吧。老乡，跟你开个玩笑，我们是游击队啊，游击队。 算了，管你们是什么，没有解药。老乡，我们真的是游击队的。就算你们真的是游击队，就算赵志壮、赵队长来了，没有解药也是没有解药。您是赵子壮，队长，他认识赵子壮。老乡，我们队长和赵子壮是拜把子兄弟，我们真的是游击队。 行了，刘猛子，你别说了。李大毛、李队长在这名气太大了，是吧？啊，保长，这个实话跟您说吧，我们以前确实是霍子营据点的，现在改邪归正，参加游击队了。这位就是我们的队长冯挺，你说的那个赵子壮已经被鬼子打死了。什么？ 赵队长真的被鬼子打死了。是的，老乡，我们说的都是真的。赵子壮因为……刘猛子，老乡，坐着说，来。老乡，我们真的是游击队，在执行一项任务，路过你们村儿，到了村口想进来讨口吃的，不成想，你们是不是把我的人给抓了？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啊！别见怪。赵队长，他真的死了。 死了。 前天，竹林村跟鬼子干了一仗，全军覆没了。到现在，连个尸首都没找着。是赵子壮的亲戚啊！赵队长，你不该走啊！站长，哎，大头呢？大头哥还在吸引鬼子。那你们怎么回来了？狗日的小鬼子咬得太紧了，大头哥就让我们先回来了。回来就好了。继续赶路。别找！你听不懂吗？谢谢啊，没事，使劲吃啊！还有啊！哎，冯队长，辛苦了，多吃点啊！哎，多吃点。谢谢张保长。老虎坐舱，好，多吃点啊！谢谢保长啊！收下吧，收下吧！哎，收下吧！富生啊，游击队咋穿二狗的衣服啊？你知道啥呀？人家那是执行任务的秘密。 那咱还有睡觉的呢？睡啥觉？那是咱们保长把人当做二狗子给迷晕了。这么说你想当游击队啊？我早不想当了，要不是俺娘身体不好，我早参加游击队了。收下吧！哎，哥你咋不吃呢？够不够？给老百姓省点是点。 干啥呢？林芳没吃饭呢，我拿出来，这是咋回事？连吃带拿的，咱现在跟赵大胡子一样，是游击队，游击队可不干这事儿啊！啊，那是。哎哥，你说咱们怎么没早看出来老百姓这么热情呢？正琢磨呢，哎，马三。 你说赵大胡子这瘪犊子，放在山大王不干，偏要去干啥游击队，就是为了这个。感觉不一样，跟咱当土匪感觉真不一样。我也感觉不一样，又是鸡蛋又是馒头的，你瞅瞅。啊，多吃点。嗯。多吃啊！多吃点。我懂。 这啥呢？丢不丢人？吃了那么多还往怀里揣，丢不丢人呢？啊！啊！队长跟你闹着玩呢，我们闹着玩呢，是不是，马三？闹着玩呢。好，闹着玩呢啊！接着闹！今天是个闹玩的好日子啊！接着闹。那个瘪犊子手挺重啊！喝，你吃点，哥吃不动了，头有点晕。 吃。开手！前面发现一支可疑的队伍，正在向我们的方向走来。什么样的队伍？不清楚，有大日本皇军，也有穿便装的。 看来，我是要记住杨洪硕和韩玛丽这两个人的名字了。太早，他们距离有多远？大概前方5里。命令队伍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在狼洞山岔路口设下埋伏。我要亲自。 活捉杨洪硕和韩玛丽。嗨！老尼匠，哎，来，怎么样吃的？ 差不多了啊！给外边那俩兄弟拿过去。谢谢队长。啊，都拿去吧。好。来，你们几个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来，大家都回去吧。好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来，都回去吧啊！冯队长，来。 您再吃点儿，哎，饱了。哎，哎，对了，张部长，等等啊，兄弟，你要不要去趟茅房？啊，扶我一把，你拉我一把，行吧，一个人，哎，行。 坐坐坐，张馆长啊，谢谢了啊！哪里哪里，冯队长，只要你不见怪就好了。哪当话呀？说实话，我们村上老百姓都没有见过游击队，只是听说的。没见过游击队？对。那更没见过赵子壮了？没见过。我们村啊。 有幸见到游击队的只有一个人，大柱子。我们村小人穷，鬼子和汉奸啊很少来闹腾，所以游击队没怎么到我们村打过鬼子，也不用打。哦，那不对啊！我看乡亲们听说赵子壮走了，都哭了，我还以为你们是亲戚呢，咋回事啊？ 现在能为老百姓做主的，也只有游击队了。赵队长是个好人，好人就不应该走的走。咱不唠这个了，说点别的。张部长啊，你这是真没解药了啊！冯队长，真没有，我骗谁也不能骗游击队啊！这蒙汗药啊，在我这儿可有年头了。 别说解药，就连好使不好使我都没谱。好使，你看都这样了，挺好使。真对不住你了。啊，没事儿，反正也都走累了，就当他们好好睡个长觉啊。罪过呀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，张保长，我还是没想明白。 你们咋就相信我们是游击队了呢？说到赵队长牺牲的时候，我看见你的眼睛里也有眼泪，只是没有流出来罢了。哦，是吧？连你自己都不知道，肯定没有错了。那我眼睛是不是迷了？当时啊？ 我老头子活了一辈子，怎么也经历了不少事了。眼泪这东西，会说话。行了，我也不跟你说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啊。再坐会儿，张保长。你跟我说说，赵子壮这股游击队除了打鬼子，平时都干啥呀？你们也是游击队吗？啊，对，我们是两股游击队。哎，他干他的，我干我的。再说了，我们这儿啊，刚成立，刚成立。哥，哎，拉完了。你不吃点儿？这包货还得睡好半天呢。啊，队长不吃了，你接着吃啊。一会儿把这些剩下的都拾掇，给乡亲们再送回去，别浪费了啊。张部长。在外边聊。哎，好。喝下这碗酒，咱们兄弟齐步走，风里雨里扶着手，好汉不回头。喝下这碗酒，咱们兄弟齐伸手，乡里乡亲一家口，有难一声吼。嘿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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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嘿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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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喝下这碗酒，咱们有泪不轻流，不输一根手指头，好马跑到头。一把三个桩，好汉都要有个王。一匹好马配好汉，兄弟联手抢头抢。不怕他们多嚣张，那一群小鬼在疯狂。风里火里练成钢，咱们兄弟对着扛呀！嘿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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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